上啊，好吧，后面跟着走。大家都排好队啊，来，我们等车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边站好，我们等车回去了，都站好啊。真的回去了。喂，曼曼，你还是不是我好姐妹了？怎么不见我一面就回去了？时间紧啊，我们下回见吧。老师，我想喝水。啊我这次带小朋友来上海是夏令营，校长委任我带队的，是公务，等下次有机会再见了。哎，我忙着呢，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哎哎喂，哎，怎么了？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去哪里呀？我大老远就看到你了。这回回来什么时候走？治疗效果挺不错的，不用常年往瑞士跑。我的事务所还需要我，我的员工也需要我。好啊，看来你可以自己经营事务所。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的嘛，看着我茁壮成长，是不是很欣慰啊？说实话，真为你高兴。哎，大家都挺好的吧？陆励成那么好吗？还有苏曼。你和陆励成都是一个圈子的，那他的消息你不比我更清楚吗？不知道慢慢看上你什么了，一个大男人如此不痛快，连打听他的消息都要扯上个不相干的人。直接问一句，苏曼可好？你会死吗？慢慢很好，他已经结婚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看他肚子里的宝宝，等着做干妈呢。宋毅，你还爱苏曼是吧？我为她高兴。你这个样子是为她高兴？宋毅，你究竟要自我惩罚到什么时候？你到底是因为爱许秋而自我惩罚，还是因为不爱她了而要自我惩罚？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苏曼都已经结婚了，你承不承认也没有关系了。你爱他吗？我爱他，但是现在我只能祝福他，祝福他和陆励成。算了，不跟你玩了，我刚才是骗你的，苏曼没有结婚。什么？你骗我？哎，你以前也骗过我，这回算我报复你，咱俩扯平了。麻辣烫，帮我个忙好吗？
季度的工作报表。OK。不错，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。应该的，下一个合作项目还有一段准备期，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。一晃又两年了，我想趁这个时间回老家看看家人。好的，我会尽快让人力资源部给您安排出年假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请便。最近怎么样？听你妈说你最近英语学得很好。因为老师教得好啊。哪个老师啊？姓什么？我和老师拉过钩，如果说我告诉别人的话，苏老师就要走了。苏老师，进来，先起来一下。哎，小郑。What day is today? What day?Monday 是星期一， Monday 后面是星期几啊？星期二。星期二怎么说？ Tuesday。 很好，那我们明天再上。 Class is over， 下课。拜拜。守护
到后面去，到后面去啊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点了。记得我们三个人像这样坐在一起聊天，好像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是，没想到在我的家乡还能遇到熟人。怎么不欢迎啊？哪里，来的都是客。回去睡觉了，快去睡觉了。不动我。怎么样，烟火好看吗？好看，特别漂亮。谢谢。一切都好像回到昨天一样。来，为我们的相聚干一杯。没想到你这两年就躲在这里，要不是这两年我回来的比较少，我早就把你给找出来了。这里很好啊，上回和你一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这个地方了，远离各种烦恼，时间住得久一点啊，反倒不喜欢城市的吵闹和拥挤了。上回我带学生去上海夏令营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上海的繁华了呢。原来你早就偷偷回去过，那你怎么不联系老朋友呢？时间紧任务重啊，我连麻辣烫都没有见上呢。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看我们今天还不是聚在一起了。是啊，在国外这几年我总是常常想起咱们过去的种种，而且还经常回忆起咱们针锋相对的时光。没想到两年以后你真坐上了麦克的位置。我今天在想，如果我不离开的话，这个位置依然会是我的。你依然是以前那个少帅。不习惯吧，这里人睡得早，在城里啊夜生活才刚开始呢。这是你向往的生活吗？两年前我还想着要打败琳达坐上投资部总监的位置，真没想到现在我会在这里教书。慢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我们可以一起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很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。可是我们，夜深了，早点休息吧。Thank you.
要回上海了。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佩华也还寄养在大宁那儿，不能麻烦他太久，得接他回来。好想念黑花，还有你做的菜。苏曼，回上海吧。虽然这里很好，但终究不是你的家。其实我现在无牵无挂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这两年我过得很好啊，跟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，我整个人也变得轻松起来。我真的不想回去。如果你们想我的话，都来看我就好了。不过可别忘了给孩子们带礼物哦。苏曼，回上海我管你一辈子饭。水好人单纯，我每天早上六点起，晚上九点睡，睡前看到的一片都是星光。早上起来啊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孩子们单纯的笑容。我这两年过得真的还满足。你喜欢山村还知道回来干什么？这不是为了你吗？少来，我三催四请你都不回来，这次突然跑回来，总是招来。上海这两年真的变了好多，我都快认不得了。好，吃完饭带你好好逛逛，让你看看上海这两年的变化。干嘛到这么奢侈的地方？去我们常去的那家大排档不就好了？光天化日的，哪有什么大排档啊？就这一回，我拼着出血给你接风，下次你想来，我还不答应呢。你好，两位。不好意思，两位小姐，今天我们这里被包场了，要举行婚礼。这可不是姐妹我抠门哦，早就跟你说了，找家安静的，我们边吃边聊，不就得了？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别走别走，新人就要出来了。看看新郎新娘再走，你又不认识人家，看什么看啊？走了。哎呀，就看一眼，我们俩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没穿上婚纱，看一眼沾沾喜气就走。走了走了，快点。哎呀，新娘来了！真漂亮！快看快看，新人出来了。走吧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曼曼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们现在去吃好不好？你刚才也看到了吗？看到什么了？那是陆励成的婚礼。刚才那是陆励成的婚礼。
新娘子是海伦，她今天好漂亮，他们看起来好幸福。妈妈，你安陆离城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这次回来是为什么？其实是看他，你放不下陆离城是吧？你干嘛？去找他说清楚，跟他说说你的心里话。说什么呢？他都已经结婚了。走吧。今天是海伦大喜的日子。我和海伦是很多年的同事了。这么多年，海伦给了我很多支持。无论是在我低谷还是巅峰的时候，他都无怨无悔地站在我身旁，给我鼓励和帮助。今天他请我来当证婚人，是我最大的荣幸。祝愿新郎新娘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陆总，谢谢你，我希望你也能幸福。林总，这份文件需要您和总裁签名。我拿去给总裁。好。总裁，这是本季度的工作报表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。对了，英国 CS 公司的副总已经到了，他在会议室等你呢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相信这位副总你会很熟悉的。我很熟悉。嗯。总裁好。你好，久等了。我是麦，是你？曼曼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，真好！又见到你真好。既然这样，就回来帮我吧。我们像从前一样，一起打天下。秦哥，齐总，这里有些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话，我就让下面的人去执行了。好的。嗯。苏曼，见到你真高兴。我真的很开心。哎，秦哥，你和林总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哇，应该都两三岁了吧？是啊，生了个女孩，比她妈妈还漂亮。哎，这么多年大家都变化了，海伦也结婚了，你要是早几天回来还能参加她的婚礼呢。文件签好了，赶紧出去吧。秦哥，麻烦你请林总替我转达一下祝贺词。
海伦和陆励成新婚快乐。和谁？陆励成？陆励成是证婚人，他怎么会和海伦结婚呢？陆励成没有和海伦结婚，那他这两年结婚没有？有女朋友没有？你赶紧告诉我呀。他一直是单身，跟谁去结婚啊？再说人家毕竟是麦谷的少帅，又是中国区的总裁，标准的钻石王老五。我先走了。妈妈，跟我走。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去找陆励成，说出你的秘密啊。快走啊。回上海这几天就忙着跟你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，都没有机会看看上海的变化。你还是跟当年一样精明，跟你谈判还是一样难缠。我还记得你曾经夸过我是一个合格的对手，不过这次的合作你还是难免绕不过我这个老对手。那你想一想还需要点什么，你走之前我帮你准备好。不晓得伦敦的中国菜有没有进步，别到时候跟我说没吃到小笼包也是一种遗憾。你知道我遗憾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有机会再见到苏曼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开车去。你自己开车？恭喜你。谢谢。保重。艾利克斯走了？对，刚走。我刚才在楼下看到苏曼了，她和艾利克斯在一起。是吗？没注意。也许我看错了吧。你喜欢苏曼吗？喜欢另外一个人就像感冒了要打喷嚏一样，是掩盖不住的。我是过来人。喜欢又怎么样？苏曼和艾利克斯现在就在楼下，这可能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我在他面前从来就没有过机会。
你跟他表白过吗？亲口跟他说过我爱你吗？如果都没有的话，你应该去试一试。试试。再错过的话，就会是一辈子的遗憾。想要陪我走完这一辈子的人是陆励成。鞋跟啊，真的断了。你干嘛呀？你不需要它。你让我赤脚走啊？以后我就是你的鞋子，我就是你的脚，我就是你不可分割的每一部分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要干嘛？你放我下来！下来啊！通知上面所有人。通知什么？总裁要开会，我要通知全世界，全世界所有幸福的人。神经病，疯子！我没疯，我很清醒。我要告诉他们，陆励成和苏曼永不分离。小小家子里的那个人陪伴我，你快放我下来！经过每一段旅程，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。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。关了灯，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。消失的那个人，回不去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，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简单的话语，需要巨大的勇气。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，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。
一人行，白首不分离，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，盼望能见到你，却一直骗自己，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。只愿得一人行，白首不分离，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我心里很久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行，白首不分离，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。我很想你，却一直骗自己，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多想唱给你。讨厌啊。原来爱情会过期，我不懂珍惜，原来我不是故意要对你放弃，在你的眼里我早已远去，我只是你曾经唯一。原来爱情会离去，只剩下回忆，忘了我爱过你，你却在我的心里。我承认在我的心里。